连锁哎、欸，连锁卖什么啦？卖春卷。朋友说越南人做春卷可以变出很多项来，不过不是每一项都可以点完，但是经典绝对会点给你吃，不相信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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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绿豆。刚才看菜单，安尼啊话就一二十项，嘿，安尼唔得当亲像迄种回转寿司同款，一项啊一项做出来，坐在你的头前，互你食。平常很喜欢喝的饮料，就有这个苏打浆，就是柠檬苏打水。啊，苏打浆，嘿，柠檬苏打水。啊，伊的做法就是家己加吼，就这样呢，就家己加落去。哦，啊，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哦，柠檬家己煮。哦，这是越南品种的柠檬，哦，它的香味很特别，跟台湾的品种不同。哦，啊，就家己煮。家己煮，看你要煮几粒柠檬安尼。家己煮了，家己煮了，这是糖水，啊糖水再家己加，看你要加偌济，你要加二十啊，试一下就是，安尼来，啊你有柠檬苏打水，我越南式的串边，其实小我先泰国的摸摸渣渣啦，啊这有仙草、红豆啊，还有布丁，还有迄种粉圆，哦就这乌的迄个是迄个仙草，伊越南正好食仙草。还有红豆啊，就这样呢。还有粉条，它也开始煸，按的炒煸那种锅啊，对，安尼一锅。又来煎一下。啊，这个是我讲那个，就那和肠粉那无 ，QQ 啊，你食起 QQ 啊，这包肉色。啊，老弟包肉色。老弟包肉色，啊，食起 QQ 啊。啊，就这。要闻这鱼露，对，去过现在被夹了，要放吗？好吃吗？夏日凉品。夏日凉品哦。对，鱼儿加冰冰凉凉的哈。冰冰凉凉的。嗯。这是越南的生春卷哦，还在包虾啊，哦，还有包那个包蔬菜呢。啊，这是伊个虾酱，我这边做重的，所以斟酌，家己斟酌人。对，啊，这个是伊、那个，这个是猪肉吼，伊这是猪肉，啊，内底有伊个河粉。嗯。哎、嗯，就这个是伊、那个，我爱食汤，伊个食大的。啊有猪肉，啊有伊、那个一挂生菜安尼。大的河粉的对了。对，啊就这下对。啊，这个鱼露。啊，这个南皮，这个南皮。蓝皮这也是你做的，这天开就拿一领网啊，哦，就安尼，哦，啊，这是迄个羊头，羊头的羊头，哦，啊，搁唔得猪肉，安尼，放来，哦，啊，搁有小黄瓜啦，在咧放来，啊，放起来，啊，搁有九层塔，放来，啊，甲放起来。炖下较歹啦吼，啊炖下了，炖再食。这嘛是另外一种鱼露，是另外一种的，啊难来食。对。哦，这个生菜春卷哈，这个有直接春菜，爱来底，来底赶快是咱食米线的米线这种，还有包肉安尼。哦。啊，这个较清淡的，问这，伊这个赶快是鱼露，啊来底有菜头，甲伊个生起来的。哦。所以安尼食，哦，安尼食。啊，这个嘞。
啊，这个皮，这皮就是像这个肠粉迄种皮，哦，啊，内底是包迄个叉烧肉，啊，是一般的猪肉安尼，哦，啊，佫盐酸。欸、所以这吃口味是这个男子的、啊、吃起来味又不一样、哦哦欸、所以我们今天吃的主食就是春卷、哦、这越南式的虾饼越南式的虾饼、哦啊、基本上就是一样这它这就是这样像我们浸一块饼这样要把那里放进去、欸、男子也是像这样这样吃、哦啊、要包菜就包菜不包菜就这样吃、哦欸